哎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舅舅。今天在正文水库，然后飞一下空拍，因为今天的水量大概只有10%、9%那边吧，非常的没有水。然后我刚刚望远，放眼望去，看江旁边，我朋友要先飞了，就先看一下那个地形啊，因为我刚刚看走到水边，可能要走大概2公里的草吧，超远，对，先试看看，我等一下也会来飞啊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等一下看情况。报告。中了，出来！啊！哎，我们现在探完第一个点，我看来是不能钓，离水太远，而且它下面有写说，清淤期间请勿进入。就算了，要当个有品的人，怎么这么难？好了，出发。哎呦！喂，画面突然跳转到这里了，啊，好像要走很远。现在探路，因为车子好像进不去了，所以用1号公车吧。那、啊、各位乡亲呢，有够远，真的不要轻易尝试。真文暗泡鱼虎真的不是在轻松的，这严格来说应该是淡水钓鱼里面算是最硬的了吧，应该吧，我不确定，有的去溯溪也是溯蛮远的，卡瑟溪那不算，那个真的是太远了，那个已经不是一般人可以到达的地方。哇，稍微看到真文，不过水好浊，嗯，水浊没关系，他们鱼虎可以听声音或是感受，他们用侧线去感受到震波之类的来救饵。哎，狗狗，哦，我看到鱼虎了，来，可以钓，可以钓，来到那么漂亮的地方，但要钓一下，虽然说水很浊，不是很好钓。现在在山壁的另外一边，这边比较散风，边边看得到换气，这里钓好了。哦，有换气，马上看换气。那里有一只，那里有一只，换气很慢。五缸，那里哇，那只很大，五缸，今天水浊，所以我可能会一直换饵，换到说
适合在水做的。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应该是这意思吧。哦，陈雷公了，看这能走吗？地上湿湿，然后又树又草，真的是都要看地上有没有蛇，怕去踩到。哇塞，这是要怎么下去啊？这这么陡。哇，那边好像有路，可是好像很难下去耶。这也太漂亮了吧！我看到雨了，这其实蛮远的，从对面看好像还好。这好像也还是有人走过耶，这都有人在走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就是跟着这个走下去。金大路。这真的能下去吗？那里好像有路。嗯，看起来是走那边的。小心哦，这感觉蛮滑的。这里啦，可是还是要很小心。这个土都烂烂的，应该还不会下雨吧？那个草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，就是鱼都会躲在里面。好，我走看看，我的雨鞋比较厚。但我觉得钓鱼虎的人真的很猛哎，或者是跑山兽啊。有，那边有路。哦，这边松松的哦，这超赞的。看到都开心了，只差天气不够好，这一不小心就溜滑梯了。哦，他滚下去了，哇，那边好多只哦，你有看到吗？可我带偏光镜也看得到。哎、欸，有石头掉下来，你要跟我讲哎、欸。就算你讲的时候，我可能也来不及。人类，各位啊，新的钓场都是前场哦，掠食，用青蛙就会咬了。后来顺一下线啊，不顺，线不顺。落后，看刚刚上面看了很多只，现在就不咬了。哪里？一发落魂。没咬中，蝶子，看就在眼前咬，好恐怖！哇，再追再追，再追再追，不追了！哎，连咬两次，哎，我靠，我心脏快停了。跟上了，跟上了！干，吓死我了！哦，
刚才跟上来，应该小只的吧。哇！哎呦！没有中。干，已经咬三次了，刚怎么没咬中啊？咬三下，咬超大力又没中。哎呦！干，一直咬不中啊！有机会，再来啊！哇！短鸟鸟拍吗？连续那么多杆都没有咬中，有多好笑的？这种画面很难获得。咬再咬啊！哇，不以魔咒！那边，看，啊，哇！怎么一直咬不中啊？为什么？哎呀，清个嗓，现在是早上的。也不早了，10:40，今天比较晚出门啊，上礼拜都炸不中，今天看能不能熬个一只。不过水位好像上升了不少，一个礼拜上升了不少，代表山区雨量其实蛮大的，所以可能还是要边看看能不能钓。好啦，又要开始爬山，稍微打草惊蛇，就真的不是很好走，这是一个急下坡。哇，两只黑虎！来，大家看一下，黑虎群友哎，哇塞，而且都是带70-80的哦。哇，那边也有，看不太到。你看，前面很多黑虎哎，都是黑的。有看这边好帅！我靠，我第一次看到5-6只黑虎哎，请问这是什么派对吗？哥，你们不要看这好像很好走，其实这真的很斜，这个很难走下去，我要找卡楼下去。那边吧，那边比较缓一点。那有一艘船的生活是不错了，浪来喽。浪来就会被影响，可恶！对面的大草原其实更漂亮。嗯，今天水被清说，慢点，浪刚扫一下，可能不太好用。
哇，32克吧，我有忘记了，这张32。标的对面。飞吧。去吧。哟。啊。哎。哎。各位中了。中了。出来。我干。钻。哎呦，会钻吗？出来钻。就出来。上刹车。各位，中雨然后钻了，掉了，不会吧？啊，啊，很大只，很大只，我拔不出来。奇怪，那障碍没有很深啊。6公斤刹车不够，刚刚一直被他扯出去。送我一朵花是吧？啊，谢谢你的礼物啦，我们就希望你本人来。啊啊，你哪来？肾上腺素的压克很大只，因为我刚刚真的拖不太动。啊，休息一下。啊，碰到自己，超多水。它咬过之后，掉了之后，还在水面吸水，就这样，然后水又吸进去，这整个刚整颗花都是水。哎呀，哎，掉。真心测，哥哥啦，再晚一点会还蒙蒙看无。回家回家。哦，鱼球鱼球。黄龙哥还没放。